嗨，我是乐报的创办人 Kelly。 我开始接触宠物烘焙的动力就是想做出让家中的毛小孩可以安心享用无负担的美味点心。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马卡龙，狗狗的马卡龙是独角兽的造型。那现在做好了脚跟耳朵，我就是会帮他做头顶的装饰。在自学跟进修的过程中，不管我做了什么，我家的宝贝总是非常的捧场，通通吃光。因为如此，加深了我想要把点心做得更可爱、更有趣的念头。我知道这些烘烤制作的过程，都是我跟毛孩之间最甜蜜的时刻。很多人虽然也有兴趣尝试，但市面上关于宠物烘焙的资源有限，单价门槛也高。我筹备了许久，透过这次和优塔合作的机会，我也想将这份手作的感动分享给各位。我们做好的奶酪调完色，然后我们直接可以拿来做它的眼睛、鼻子跟舌头的部分。这堂课我们要从最单纯的食材出发，认识适合添加的蔬果、肉品，也介绍天然色粉、常用工具这些基础知识，再加入不同的装饰技巧，为您实作示范各种宠物爱吃的零食点心。你可以做出外形可爱、方便携带的造型肉干，学会将肉泥做成肉蛋糕，变成压模饼干、疗愈的甜甜圈，或者是逢年过节做一些拟真的节庆点心、翻糖宠物蛋糕。课程的内容由浅入深，不需要任何的基础都可以来上课，涵盖十种类型的点心与蛋糕，结合了抹面、翻糖、锦花、捏塑等专业的装饰技巧。不管是日常点心，还是在特殊日子的纪念，学会了这些技巧，就能为最爱的他亲手献上美味、安心又健康的惊喜。